好，各位同学，老师最后一次呢跟你们讲话，我们看一看呢2020年有哪些主要的关键字。来，在我们中国人的排行里面呢，今年叫做庚子年，那么呢也是一个闰年，哦，蛮特别对不对？来，那么再来，我们这学期开学的时候呢，我们碰到了好几次的淹水，还记得吗？我们放了好几次的淹水假。然后呢，再来就是我们这次最最让全世界都很烦恼的新冠肺炎 COVID-19。 好，然后呢，我们的政府呢就实行了这个 PSBB。 那当然下面的这个部分呢，大家就参考，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哦，因为未来你不管到什么地方，这个疾病呢可能还是会影响我们的。当然最重要的就是恭喜大家，你们毕业了哦。